有人在外面吗？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。他们会尽快修好的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沈静，哎，现在我希望的是，他可以找到一个真心对他的人，替我完成我想做却达不到的心愿。米娜，今天换我跟你说一句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抢位一番？高塔公主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孟耿如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高塔公主哦。